人呢，他嘴巴很大。哦，这鱼这个叫抱头樱桃罗汉啊，知道吗，弟弟？嗯。是不是很好玩？对啊。弟弟，姐姐不要这样拍，他会吓到你。你用手过去就好了，他会跟你互动哦。你看他很像人类的脸，对不对？人头鱼，我们叫人头鱼好不好？他很有活力哦，你看，他很有活力。哇，这个人头鱼真的好好玩哦，他会跟你们一起玩呢。这个是人头鱼哎，很少见的人头鱼哦。他的脸是不是很像人的脸一样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有没有很像人的脸？是不是很像人的脸啊，姐姐？有像吗？你看到他眼睛，而且他的嘴巴也跟人的嘴巴很像哦。他应该是人类变的哦，知道吗？他是人类做的。他是人，他是人类做的。对，他是人类变的鱼，叫人头鱼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可能以前吃小的鱼跟大的鱼，他可能以前吃很多鱼吧，然后就变成鱼了啊。你看，可能他又不会说话呀。对，他现在变鱼了，他不能说话了啊，他变鱼了，不能说话了。为什么别人会变这个鱼啊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他懂了我们的话，你看他听得懂我们的话，一直在跟我们讲话，有看到吗？他讲的是鱼话，但是我们听不懂。来，你跟人头鱼拜拜。拜拜。他们听得懂我们说的话吗？应该听得懂，但是他讲的话我们听不懂，走吧。